创作相声新段子，公公逛窑子。上台一鞠躬。那有种人呢，不但爱逛窑子，还每一次出手给姑娘们呢好几倍的银子。谁呀？凯子他爹。太监呢？还谁？啊？公公逛窑子。啊，这位公公呢，不但老爱这么被当成凯子他爹的逛窑子，还时常呢他非得这么样的逛。感情啊，这位公公有毛病啊。这个毛病啊可还不听啊。哎呦，当了太监嘛已经够悲哀了，还犯毛病啊。那可不，这位公公啊，人家有他自己的一番道理啊。啊，道理啊，有道理的毛病，没像话嘛。你懂啥呀？人家公公啊啥都有啊，偏偏这没那个宝贝儿，所以呢这位公公啊偏就爱逛窑子，还额外多付好几十倍的银子，还得故意啊给众人看见，意思是说他呀是没了宝贝儿可以还活着。我说这位公公也太矫情了吧，现在21世纪了，矫情个啥呀，还贱人哩。知道这位太监姓啥名啥吗？我呀只知道现在世上啊应该没有太监了呀。你傻呀你，看呀，不就叫做中华民国吗？下台一鞠躬。